先讲啊，真是天上一对地一双，咱这两个喜酒都吃惊了。对对对，二弟确实是好眼光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好明显啊，奇怪嘞，这个你看是咱丁家庄的上阳先啊，提着观音刀无？啊，明明咱四弟吼都画一个查甫头、查甫身，啊，明明伊是查某，是变啊娶某啦。阿哥你叫袂起，伊是风流鬼呢，伊是带咱这杨军嘛，伊可要搞位嘞。哎呀，你讲到这个同事，我绝对不相信。不然怎么来给他看？买，我就不爱做这个事。好，你安尼放弃，你上够戆嘞！人讲情场如战场，啊，你唔惊你二哥去用手是啊？二哥袂用上手是啊？安达，我。无安怎，宋兄弟，我要向你宣布一件代志，我决定要娶宋大小姐为妻。啥？你已经答应啊？嗯。我这位人已经做成功啊，咱做成功了，哈哈哈哈！太好啊！菜馆一家，京城三家的起点，东莞一家，东莞是长安的热闹，双花夫人的支持。伫个杨广坠落杨有运河出发的事，咱先想办法取下东莞。弟弟，这就又来你调兵遣将了。真好，太好了。是合像咱遐种兄弟倒转去张家坐听哩，顺利。是讲二哥啊，你要知影吼，我即马打出银行哦，真地个哩噗噗啦，还是讲哦，迄万两工啊，才来去好吧？不用，你敢讲明是？我唔敢。对，二弟，你要去台湾，到底选什么人陪你去才适合无？我来去啊，无咯。四哥，你今麦还阁新婚，应该拄爱做回事做。我陪二哥去台湾较适合啊。对，四弟，妹妹讲了真有道理。对啊，四弟啊，恁今麦才新婚啊，尔应该加陪新娘啊。无喏，这边哪会用哩？我是替我的表弟安福利来感谢二哥，做无论公主还是叔叔，我嫁来去拢上该适合啦。二哥，咱今麦上出来。你过来，啊！先生，看这个出门啊啦吼，啊！你着知影，阮知影这新婚无偌久吼，快递我来去搞阮某小可小事者，啊！总者我着随时就来起来。对吼，查甫讲我才想起来，我嘛是新婚嘞，当然我爱甲我的新娘嫁小可时阵，诸位兄弟啊，是嘞，失陪。嗯。也是咱这个无帅较自由啊，对。
我敬你。我是个好娘子啊，今仔日我就要出远门咯，以后你可是要好好啊保重。好娘子啊，一对喜房嫁房，你哪就照到遐尼亲密？我唔是有讲过，私下咱是好姊妹，将来我嫁你前，你嘛嫁你前，我敢会放十二拐管你是？阿福哥，这只是咱两个人私下约定，万一将来你前伊若申请成立，啊那呢，吃亏人同款是我啊。弟弟放心，将来伊若唔申请成立，咱两个就相撮来去做尼姑，怪这世人要安怎样啊？阿福弟。虽然你讲得遐尼啊有道理，但不过我即马已经嫁你这个假相公，啊，如今你又搁要含真相公小招出门，我实在哦想无讲，我应该是为你这个假相公难分难舍，也是为阮迄个真相公依依惜别啦。是哦。所以我今仔日专工办这个鉴别宴。就是要让你跟你的真假相公相比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哪会无可能？姐姐，妈妈你叫你。姐姐，等下你跟你那个真相公是要较有分寸的，你若无，你是会一睏仔囝就失去两位相公哦。是，姐姐啊。啊李哥，请你吧。是的，李哥，真想袂到安怎当初这么个婚事，你绝对反对，想袂到恁一结婚啊，哇，难分难舍，真个真相爱，用个耽误大事，真正。无喏，李哥啊，今仔日阮两个成婚，就着爱感谢李哥你大力相助。啊，李哥，小姐姐。我的娘子甲你敬一杯酒，感谢你这位大媒人啊！唔通，无方便啦、啊。无喏，二哥啊，你哪有这么无方便的所在？请，娘子，为着要感谢二哥，你都要用伺候我这个相公的方法，好好啊伺候二哥，知无？我知影，请。
我心先起注意你的好Stop.